苗栗基教文发界紧逼乱判，故事高雄的特殊基教下东东民众带领鬼步台势乱行凶，咖啡杯周围用重庆都讲，用基教乱面转造成该下个季节，还是感受太刺激。未希望客家文化实穿基教强款，每个个未穿用到全世界。从十七公尺而五到六三英向下操作的五球职业位，田丹峰比哥哥，还有接近六公尺的繁华职业位，比田丹哥同其他的木婆跳那个粗劲的职业位，同梅律师的田丹打扮到像万圣节派对用的，也是梅律师公所当年九公分来的时节，派的职业位文化在不同，施工所还特别打造为客家意象的职业位开灯奖金，搭配客家美食的设施来传扬菜田。就用人家客家嘅精神开灯向前啊，来做人家摆只要一节嘅发通嘅一只主题啊。当然，人现场啊，要准备当多，像用人家客家美食哈，来本人家都搭各位来向前啊，哈，全国的朋友来共同来到享受人家客家嘅美食。好比主题用从成功，每日只要一节系动有意义嘅发通。大部分甚至不同的文化不同，一方面向下移民职业位感受台资人的魅力，同时大部分不同客家文化融合在民众的日常生活当中，形成菜品特有的食品美好。所以我认为呢只节庆非常的有意义哈，今年也希望讲越来越多乡亲哈，秋天的时节出家嚟，要过一只职业嘅，出家嚟天空表啊嚟哈，感受到哈，今年客家文化要身上飘扬嘅哈。做得精彩嘅特殊职业维修，现场还有体育职业会、六职业会一道比赛，不用真感受到职业会文化嘅变化，同时享受难得嘅两日轻松时间。客家新闻用电脑，媒体报道。